ろしい。小张一口，我去找了你太太。李晨若斯，我就想知道这个女人，她到底有什么魅力，她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有的？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我煎熬了这么久，这么痛苦，可你还是没有办法跟她分开呢？心雨，你嘛知道我跟若斯结婚这么多年啊，现在我对伊的感情就是参像亲人同款啦。啊，阮的生活圈、朋友，甚至是工作，拢参做伙，啊，真正无法度一个啊就当切个离离离。我一定想办法哦，好好处理，豆豆跟我的关系扯断，安尼才袂让你判了小三的罪名，你知影无？小三又怎么了？我怕别人说我是小三吗？我如果怕这个的话，我当初就不会明知道你是有夫之妇还不管不顾的跟你在一起。太出事了，我要的就是你这个人，你完完整整的是属于我的，我就想跟你在一起，你就属于我一个人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不怕是因为你爱我，不过你若是因为爱我去受到委屈，这样我会做不甘的。给我时间处理，我一定跟洛斯离婚。时间后我就是真真正正属于你一个人的。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真的没办法等下去了，我没办法煎熬下去的。相信我，我有时间处理，我一定做个好。妈，啊，你敢真正袂忝？还是讲要去我房间睏一下中昼的？我若是忝吼，拄只就直接转去厝的啦。我就想讲哦，明珠既然有心要做善事，我就见一下伊的朋友啦。啊，大家斗阵出来，做伙做公益。啊无，你先坐咧休睏一下啦。昨我拄好为病友摕一挂医疗慈善活动的资料，我去摕来吼大家做参考。房间内就烧了。胡老根看起来明明都是有人因过啊，还是 Robert 又回来过？
你好不好啊？你给我时间处理，我一定让你满意的结果，好不好？我不要。想讲你提这资料，你提这久，我着入来看麦。好啦，我资料摕着啊，稍等我着敲电话给嫂啊，啊，甲伊讲会当过来啊，行啦。未有一天的啦，我会赶紧处理好事，不要你受委屈。